Hello， 各位好，又翻到嚟咧白二随机版啊！咁咧上次讲到咧嚟到呢个解码器咧，呢、這個、解码嘅机关啊，咁然之后咧打密码系唔得嘅，系打密码之后唔得嘅，咁原来发现咧改咗呢一个拣呢、這个繁体之后，拣繁体之后就 OK 翻啦，系啦，咁我 set 翻做繁体啦。好，走，追入到嚟啦，居然可以嚟到呢度真系犀利啊！好不容易嚟到呢度，俾你睇一样嘢，就系佢传说中嘅冰精灵啊，呢、這个游雷帽。哦，呢、這个就系冰龙啊！呢、這个袭击双龙士嘅冰导弹就系咧用咗佢嘅能力啊，同埋等离子团嘅科技力咧开发出嚟嘅。好啦，你对咧等离子团嚟讲系不安要素啊。跟住咧，休想！我、哦、一齐收拾咗佢话。哇，用呢啲咁嘅重，请假王，哼！碾碎，我爱收，全体防御，好。嗯，流星拳加工，可惜啊，冇得加工。半半，系你打半半，我打唔到啊，靠你啦，队友。喂，快啲打啦，半半。喂，喂，只嘟嘟系咁开全体防御做乜鬼嘢啊？佢啊，啊，拗饭食噶你啊 ？K 你飞，你都做下嘢啊，大佬，乜都唔做，哇，死仔包啊，包子，点打啫？我呢度冇得打喎。变性，咦，变咗岩石属性 ，OK， 咁嘅话碾碎，好碾得土啊，就系毒死我啦。流星拳，好波，仲有咩重？无壳海啊，一般皮肤吸咗个特性，照碾，靓波，绝对唔可以咧输俾等离子团。话是话呢个边度啊？我啲精灵冻起嚟，唔都系双龙屎嘅？嗯，呢、這个训练师几敏锐啊！咁聪明，点解仲要咧冒险潜入我哋基地咧？仲使讲咩？我要攞翻我妹嘅精灵啊！五年前啊，抢咗扒手猫系咪你？扒手猫你咁嘅货色啊，你去边个抢都冇用啊！但系我唔明，扒手猫成个世界都系点解要执着？嗰、那个系死去嘅嘢，为咗阿妹咧，特意去收复嘅扒手猫，全世界得一只啫啫。个人嘅回忆话，对你嚟讲系重要嘅事，但系对其他人嚟讲咧，如此渺小。见唔到呢个船嘅气派啊！呢个船本身就系为咗利用传说中嘅精灵咧，游雷帽嘅力量整嘅。而家就要用佢咧统治合众。好啦，已经完全恢复啦，基因我会好好用啊！拜到你啦，暗影三人组。好，哇，搞乜鬼嘢？哇！突然之间飞咗上天啊！啊，系啲机哦。我真系用佢嘅神兽嘅力量，将架船飞咗上天，同埋佢科技嘅力量，系啦，哇，使乜咁有型啊？成架嘢 Minecraft 咁款、啊，好，点搞啊？离线咗，佢哋飞咧巨大洞穴啊，22号公路、啊，有啲悲伤、啊，叫得点样先可以阻止佢咧？只黑罗姆、啊，只可以揾啊，22号道路。话时话我冇飞机啊，而家好似冇飞行啊，我有飞行，冇一只识飞，我都唔知边啲虫识飞。老实讲，唉，冇办法，咁唯有行翻去呢度。我自己都唔知边度有飞行，老实讲，真系唔讲笑。点样翻去都有个问题喎、啊，而家点样先可以翻到去呢、這个系一个好大嘅问题，怪力。有冇人识啊？咦，蜥蜴王识，俾蜥蜴王，蜥蜴王一阵掉走噶啦，可以放弃佢。嗯，我放弃佢啦，推。哎呀，又俾你见到又。虎牙龙，旱灾，碾碎。好，唔好阻住我。推石呢度，跟住你哋话，哦呢度推碎。好，呢度再推上一格，推过，推落，推过，推上，古代金块，推过 ，OK， 好，格斗系，化石飞龙，碾碎，好，流星拳，音速拳，你识音速拳啊？化飞式音速拳犀利啊！好，自我复原，劲呢招，有边个识用啊？自我复原 ，check 下先，边个识用自我复原？自我复原
诶、欸，哇、哦！呢只色，呢只色咁样劲，我都唔错喎。如果呢只色都，但系可惜佢啲变化技唔系太多。如果多嘅话咧，都可以疯狂玩变化技啊。但可惜就系冇得玩，系啦，冇得玩。唔紧要，啊，咁都见到我，油化飞，碾碎，油音速拳，流星拳，毒液。OK， 唉，佢顶鬼住我。啊，呢度仲有条友，铁甲勇，流星拳，想赢我，又系铁甲，铁壳啊，好过啦。哇，我真系唔知边啲可以飞喎、啊，吓、啊，系普通嗰啲飞行系都识飞啊，定系点样咧？呢、這个真系耐人寻味。又而家先揾只。望落识飞嘅出嚟先啦，呢只识飞啦，肯定化飞肯定识飞。呢一度识唔识咧？诶、欸，都识，都正常嘅系嘛？毒液炸弹。好，而家去22号公路边度啊？哦 ，OK， 即系上面唔使飞嘅，即系话其实我有飞行器，即系有飞机嘅话就可以快啲过到去，冇嘅话就咁样行过去系嘛？唔紧要啦，呢度过去。之前就系呢一度有条路塞住咗嘅，系啦。诶、欸，未打噶？好似打咗噶，有个唔系咩？流星拳，引爆，哇！流沙，碾碎，急冻拳，好。我发现呢个 game 咧开出嚟嗰啲精灵咧，全部都唔系嗰一只嘅，好过瘾噶、啊、明明神兽嚟，出嚟嗰啲系其他精灵，可能系第二只神兽都未定。好，始糟了，杀，替身，杀，仲替身，唔好再用替身咯。最后一下，你唔好再用啊！又，哇，仲用到自己冇晒血佢，都几串啊佢。好，呢度落去系啦，你咗啦，将所有咧外事嘅家伙全部搞掂啦。喂，呢度搞掂，好，我哋都要加快啦。一个人打喎，哎呀，远等尼之团啊，系罗德大人咧派出嘅间谍，系咁啊。远等尼之团咧真系病呢个搏命啦、因为 N 大人对精灵咁好，所以咧我都要保护精灵，唔俾坏人伤害。哦，系啊，如果咧唔将等尼之团咧收拾咧，你同嗰个叫 N 嘅家伙都会俾人当坏。好，我哋上啦。啲卧底真系弱智。OK， 呢度推咗佢先啦，呢嚿石。啊，唉，冇带木手工喺身。边度啊？巨大洞穴。我记得呢度推落去好似可以开路噶，系嘛？系啦，即系又要学啦，我招怪力。诶、欸，化飞色 ，good， 咁就啱啦。推落，好。跟巨大洞穴喺呢度中间，我记得。有精灵球攞埋先，黄金喷雾 good， 好，火焰喷火焰本身呢度，咁我想知嗰嚿石有咩用，俾你行快少少，诶喺度啦，你呢边，抽他阵，为咗咧唔伤害以前嘅同伴咧，正喺度说服紧佢哋，一班咧冥顽不灵嘅人咧，我会讲到你听到为止。盖奇斯想咧统治合众地区，解放精灵咧只系佢嘅说辞，倒不如咧佢令精灵咧变得更加痛苦啦。系啦系啦，老爷你讲得真系好听，笨蛋，二五仔嗰啲啊，听佢讲做咩？唔得啊！喂，即刻同我攋开，讲咩啊？搵找死啊！我要攞翻你俾你抢走嘅精灵啊！呢班混蛋、坏蛋啊，喺度听我哋咧都喺度放屁。好，你哋为咗啲咩咧同精灵一齐噶？原等尼子团。系为咗守护重要嘅嘢啦，为咗重要嘅精灵，为咗自己嘅信念，就要受伤啦，都要战斗，呢个就系时机啊！好，冇谂住咧走入呢个驱逐舰。好 ，OK， 克鲁加，哇，意外地几劲喎，克鲁加。好，九尾照杀啦，碾，哇，点解点住呢只色？再碾碎，啊，唔系用错技，我就估用错技喺度。因为用碾碎咧，一定要对方多血嘅时候先用得。你精灵冇事吧？带上呢个咧，特级近身剂喎。点解唔帮我回血呢？好，软弱嘅心同埋无心嘅强大喺呢个时候都冇用啊！为咗拯救以前嘅同伴，为咗守护合众而战啊！你都想啦 ，M K 仔系嘛？你揾嘅精灵咧，应该系咧暗影三人组其中一条友度啊！明白了。
哦，好啊，黐线啊，唔等埋我嘅友，自己一个人走咗过去做咩啊？哦，有啲咁嘅嘢，我好似我玩过未？好似又未玩过咁款喎，真系搞咩啊？又打怪喺度，我好似唔使喎，前进呢度啊？哦，喺呢度啦，埋伏双打战，哇喺！两隻神兽级你想赢我好难，流星拳打一隻冰针打花，真的好难赢到两隻神兽级，流星拳打海摩斯，冰针打斗粒布，好 very good， 治愈灵星，点解佢哋咁多治愈灵星嘅班友，冰鬼户就碾碎，冰针打美丽花。哇，犀利冰针，好 ，OK， 有冇得回血啊？貌似冇得回血，诶、欸，又见面啦，原等你之前等咗，哇，又喺度嘅呢个卧底，好，怨恨 N 大人啊，管道可以行嘅 ，OK， 即系主要都系要打要开呢一个个系嘛，尖牙六杀，巴掌，巴掌。换一换重先，换多只二廿六沙出嚟啊，系唔记得咗拎啲新精灵出嚟玩下添。嗯，呢个点玩噶？哦 ，OK， 古代的手足，睇你系禁制，然之后诶喷雾消失唔紧要，回血噶嗰条友，医生系嘛？铁甲暴龙骨头 ，good， 铁甲暴龙骨头，哇，好几烦呢啲虫，黑眼鳄地面系冰针。好回血，快帮我回血唔该，回力镖，哇暴风雪，争啲死，咪运拳，哇痛到咧，踩呢度落去攞精灵，诶、欸，嗯，哦传送呢度系呢度，嗯。超音波幼虫冰针，哦，几犀利喎！尼亚洛沙式冰针真系几劲啊，可以话，因为黑到应一应啊，应该系点讲咧？应该系话可以，佢自己龙系都可以用翻冰嚟打呢个飞行龙或者地面龙嘅精灵，系非常之强力嘅技能呢、這个巴塔蝶冰针，只要射两下已经死嘅大部分，太强啦冰针。冰针跌阿六沙，呢个去边啊？哦，呢个上翻嚟嘅，所以唔啱。咁样过去呢度咧，我呢度揿咗呢度，呢度啱唔啱？应该喺呢度。好，群儿小姐，冰针 ，very good。嗱，跟住就去呢度系嘛？系咪啊？我都唔知喎，真系呢度太乱啦。哦，呢度啱啦，跟住呢一度就唔使踩，去揾另一个金色嘅传送器，呢、這个 bingo， 好，等离子以外嘅人全部都系敌人啊，嗯，冰针都几难打嘅呢只骨头，骨头，水晶灯骨头，好噃。嗯，落去啦。嗯，呢度上翻，诶、欸，得啦。大潮不备，地面，地面，好，地磁怪，地面，铁球，冰针啊，冰针，好，可以继续行啦。嗯，冰龙啊，呢、這个装置咧。即系话你想咧救呢一个游雷堡出嚟冇可能嘅，不过你都系唔放弃嘛，咁我就引导你，我真系善良啦。猫头鹰，哇下载猫头野鹰，犀利，猫头鹰识下载，象征鸟，照冰针啦，毒钉，几烦毒钉，音符雀 ，OK， 剁食，唔要。估唔到又输咗，大少最后咧一定系等嚟支团嘅。嗯，我可以行啊，溫度喎呢个系，
哦，调校温度。诶，欢迎阿克罗马，受到有人嘅委托咧，帮助佢，我愿望系可以咧发挥出精灵嘅能力啊！为咗呢个目的咧，我不择手段，通过心与心嘅交流咧，都可以令精灵咧发挥出强大嘅力量啊！而好似等离子团咧，强硬使用残酷嘅手段，都可以咧引出潜能，但会引致呢个世界嘅灭亡啊！好，进行对战啊！为咗咧就系确认咧，佢哋有冇咧激发精灵出嚟嘅潜能啊！做呢个义务上嚟讲咧，你非常之优秀，好啦，话俾我听系咪咧如我所料啊？做好准备咧就攻过嚟啊！哇，睇你款都系好易打嘅嘛，几靓其实嗰、那个标志都，即系对比翻当时嚟讲咧，其实黑白算系几靓嘅，整得。不过可惜嘅就系咧呢、這个 game 咧，佢红血咧就会有啲好白痴嘅 BGM 出嚟，极白痴真系。骨头，好 ，OK， 照用地面啦。哇，顶水炮，请教我。链啊，唔系喎，黐马筋啊，懒惰傻仔，一直冚死你。链碎，好、哦、差唔多啦，带领我系嘛？哇，几劲喎啲精灵都。链碎，链应该苏醒巴掌。哇，痛到啊！好强，真系够强大嘅训练师啊！我问你啊，你认为精灵同训练师间可唔可以更上一层？可以。OK。不择手段，如果只系通过人同埋精灵嘅交流咧，冇办法去到个高度噶，只可以咧依靠咧残影嘅科学研究嚟发挥出佢哋真实嘅实力啊！好，但系见到你之后咧，改变咗自己喎，咩传送空间啊？唔系禁制咩度？唔系原来，我仲有制禁添，诶做咩啊？做得阿克罗马，边个啊？盖奇斯系嘛？系咪盖奇斯啊？呢、這个？居然都比唔上佢个人嘅好奇心啊！好啦，你系幸运嘅，你系唯一一个可以咧听到我盖奇斯演讲嘅人。呢、這个冰龙隐藏住嘅真正力量咧，将会咧由我哋等离子团嘅科技咧引致到极限，引导到极限，将合作成个冰封。被恐怖所支配嘅合众人民同埋精灵咧，将会喺等离子团唔系喺我脚下咧臣服。呢、這个游雷姆就系虚无啊，系分裂成咧雷希拉姆同埋捷克罗姆嘅精灵嘅残余啊！我欲望咧就系完全统治呢个合众。冇错，可以成为呢一个嘅冰龙嘅容器喺度啊，倾住我嘅欲望。盖奇斯大人，呢、這个冰龙嘅搬运完成啦，终于我成为咧合众嘅新嘅主宰，微微嘅事啊，终于嚟啦，交俾你啦，接下来我要同佢打。好，应该系呢个家伙啊，呢个系五年前抢嚟嘅精灵，所以你讲嘅应该系佢咧，但系而家佢只要听我讲嘢，呢、這个就系束缚于精灵球之中嘅精灵嘅命运。讲咩话？精灵就系悲哀啊！被精灵球咧支配，受呢个训练师摆布。盖奇斯但系为咗野心，所以解放精灵。如果两年前嘅作战咧可以成功嘅话，实际获救嘅精灵应该会有好多。呢一只猫对你嚟讲咧系扒手猫，亦都可以咧从精灵中咧解放啊！精灵球中解放回到你身边咁。嗰边嘅唔准再呢个盖奇斯大人，唔系赢，唔系想赢我啊！用啲咁嘅垃圾虫啊，片死你啦！宝贝球。流星拳、青藤蛇，哇！旱灾，犀利喎，旱灾都好，仲要打，哇！火字鸡真系笑死人，一招啊！火字鸡，哇！突然间咁高 level 嘅一个，哇！破坏死光，佐罗亚克破壳，连环腿，毒刺。好，燃烧虫，一字斩，都冇几可以用啊！我呢只嘢，再斩，可可多拉，破壳，爆牙，哇大镬，唔中毒嘅话，我赢到佢嘅，喷火，骑士王喷火。劈斩司令喷火，一招喷火秒晒。好，你所做嘅咧就仅仅系咧睇住盖奇斯大人咧点样利用呢个冰龙咧将呢个合众咧成个冰封嚟，仅此而已。呢、這个精灵话俾你咧，谂下咧盖奇斯大人接下来要做嘅呢个家伙已经冇用啦。点点点，
如果等你之段咧真系得逞嘅话咧，好似咧扒手猫同埋冰龙嘅可怜精灵都会好多咧。我要帮手啦，要呢度啊？咦，唔系，入呢度啊？啊？喵！去边阿佢嚟先？咁点样过去？我想知道。咁样，我其实老实讲，我真系冇咩印象啊！呢个 game， 睇嚟我真系冇玩过咯，冇玩过八一啊！喺度，呢度咧就系冰龙嘅力量资源，喺呢度咧就可以发挥出最大嘅力量啊！可以咧轻松将合众咧全境都冰封起来。上啦，冰龙。嗯，有一段咧不可原谅嘅记忆，仅此唯一一段啊！每次见到你咧，都会令我咧谂起呢啲不愉快。但系为咗咧向你表达你嚟到呢个地方嘅敬意，就俾你见证下咧合众地区冰封嘅命运啦。好，冰封世界，好似系一招技嚟嘅冰封世界。好，嘟，几靓真系。睇嚟我真系冇玩到，我真系唔完全唔记得有呢个剧情。喂，交叉烈焰。好，有人有救兵啦。你嚟咗啦！冇人类之心嘅怪物 N 啊，我骑住雷希拉姆到场啦。因为呢个系白，所以咧佢系雷希拉姆嘅英雄啊。雷希拉姆同我讲过啦，由雷姆所受嘅痛苦，我绝对唔会原谅咧伤害精灵自私嘅人，而且我会合众呢一个咧系等我作为人类生存嘅地方，系俾精灵同埋人类一齐咧和谐共存恶将嘅地方。我要守护呢一度嘅人类同埋精灵。作为王嘅教咧，果然冇白费啊！话时话当年咧，喺森林中揾到我嘅精灵一同生活嘅你咧，辛苦地将你抚养长大，结果居然俾你反咬一啖，我到而家都忘记唔到你阻碍我计划嘅事。我本来应该利用你嘅力量咧统治合众嘅，算啦，原谅你啦。你带嚟嘅雷希拉姆可以融化冰，都省下咧揾你嘅时间。本来我就估到啦，如果击碎咧碎龙市嘅冰咧，就得察觉咧异变而现身。呢个毫无美金算式，我唔认同。好，咁我就等你认同，就呢个基因。合体系嘛？呢、這、一个好似系冇记错啊！呢、這个系合体将只嘢系啦。OK， 啊，准备合体啦。好，几好过瘾呢个嘢，将佢合体，好似咩数码暴龙嗰类咁样。好，跟住入咗基因之后咧，就可以帮佢就可以合体啦。呢度就可以变成火龙啊？定咩啊？唔记得咗啦，已经呢、這个属性系。好 ，OK， 就变咗雷希拉姆嘅样，跟住周围都系冰，然之后亦都有火技出嚟。好，居然有呢种合体呢种算式啊！愚蠢之人，上次我利用你咧俘虏民众嘅心，本应咧统治呢个大地嘅，但系今次咧系压倒值嘅力量，一定可以统治合众。明啦，如果你成为王咧，合众会一直咁美丽。训练师今次边个都救你唔到啊！俾我睇下有冇力量阻止佢啦。啊！你嘅精灵球咧喺度战斗，莫非咧激到喺度发嬲？作呢个冇可能嘅，佢道具咧冇可能咧会有感情同埋激动嘅心情。你咧向游雷姆挑战，佢唔可以捉精灵。好啊，啊，好白痴，突然之间又变咗第二只出嚟。黄之巴咯，55咧啊，流星拳先啦，特技哇顶啊，杂技。再整个流星拳，系咪真系捉唔到啊？我唔信啊！下踢，哇踢死咗，好翻嚟咗，点会可能啊？我费尽心思准备嘅八游雷武点会咁噶？就连失去嘅游雷武咧都不能咧确保击溃你啊！果然咧，外眼嘅训练师都系由我亲手解决。今次唔理任何人点累，都冇人阻止我。啊？哦，盖奇斯嘛，呢个几靓其实，好。波克基鼓冰针啦，普通系啊，哇，系普通系嘅精灵啊，定非人体啊？非人体，用非人体想打赢我，正出就普通系啊嘛，地面技，街头士刀啊，小弱核照用啦，骨弓，美男骨头狐狸标。骨头狐狸镖，呢只冰针，
冰针。好，9300。咩事啊？我系创造咗等你知道嘅完美男人啊，改变世界完美嘅统治者，跟住咧一而再，再而三输俾啲无名训练师手上。冇可能，我唔承认。冇办法咧，自由运用你名为精灵嘅道具，愚蠢嘅人类想可以赢到我。好，爸爸，请哥我唔起嚟啦。精灵唔系道具，精灵咧系人互相咧促进呢个共同进步嘅完美拍档。有好多人咧都明白呢个道理嘅，但系收声。我咧同精灵对话，怪物唔好谂住咧用人类嘅言语咧讲嘢。库维斯达已经失去理智，呢度就系我哋。冇我爸爸等你子团就再会。多谢大家讲声，多谢啦。游雷姆唔会有事，虽然咧而家失去咗力量，但系都会咧再次出现嘅。噔，好。嗰个时候，嗰个训练师同埋阿大克同我讲，经历过好多嘅邂逅啊，倾听咗好多嘅声音啊，接受咗各种唔同嘅想法，世界亦都会咧发生化学嘅反应。而我嘅世界亦都会咧静静咁咧扩大，因为有咗精灵咧，人类先可以向未知嘅世界前进。有咗人类，精灵咧先可以发挥出真正嘅力量。呢一个咧，雷希拉姆句话俾我听嘅精灵同埋我嘅真实，总有一日咧，真实同埋理想会融合嘅，将精灵同埋人类咧从精灵球当中咧解放。好，向住联盟出发。OK， 就此结束了。点办去精灵联盟咧？梗系23号到啦，就系精灵联盟地方啦。OK， 呢嚿嘢好似爆几次有得攞噶，系啦。今集时间嚟咧，先下集继续剧情，系咁先，拜拜。